天我们非常荣幸的恭请到上镜下空的和尚以及各位贵宾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借此所有的同修大德有志之士见面，表达我们推展儒释道教育的决心。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上镜下空的和尚以及所有的贵宾，在这么欢喜感恩的时刻，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足以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精气神所展现的华藏世界古树击鼓队为大会开场所带来的迎宾鼓。尊敬的上镜下空老和尚，敬爱的陈总裁、谢执行长，各位现场的贵宾，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学长们将带来这首很适合在年节喜庆中表演的曲目《醒狮锣鼓》。田真锣鼓磬，千祥云集天地欢，万马奔腾展宏图。非常感谢华藏世界古树集乐队带来如此振奋人心、不同凡响的开场表演，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他们。扶正吹邪弘圣教，安邦护国度群迷，是净空老和尚于2003年为华藏卫视所亲题的开台宗旨，也是华藏卫视成立开播的历史使命与任务。华藏卫视在陈彩琼总裁以及谢文君执行长的带领下成立开播，迈入圆满第12年。在华藏卫视迈入第12年的这个特别时刻，我们特别恭请华藏卫视的陈彩琼总裁上台为我们致辞，有请陈总裁。尊敬的上镜下空老和尚，尊敬的强地玛法师，还有尊敬的各位民意代表，我们要在这里恭敬的啊，真的是礼敬各位贵宾来到我们华藏卫视12周年啊，12周年庆，还有我们新春的这个感恩祈福点灯会啊，还有我们有很多位从澳洲来的嘉宾，还有各位同修大德们，还有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嘛啊是啊可。农历春节的啊，春节的哎，可以说是在我们农历啊这个小过年啊，1月15号是小过年。那么呢，小过年之前，我们大家都还是在庆祝春节的气氛。我在这儿再次的祝福各位新春愉快。那么呢，啊，祝福各位一切都吉祥如意。那么在这个马年呢，大家都马力全开，那马到成功，哎，一切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吉祥如意。那么呢，今天啊是华藏卫视12周年庆。那么在这里呢，我很感恩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个庆典。那么呢，华藏卫视是12年前，当时呢我是在美国，我是一个美国华侨。那么我成立华藏卫视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上镜下空老和尚，我跟上镜下空老和尚有30多年了。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讲，把他的讲经说法放上净虚空遍法界，放上电视台，可以使整个世界宇宙的磁场会更好，一切会更祥和。所以这是我成立
华藏卫士的远音，那么呢近音呢，就是美国的911恐怖灾难。那一次911恐怖灾难给我很大的震撼，也给我很大的启示，很大的惊吓。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发了愿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电视台做出来，来播放我们上进下空老和尚的讲经说法。我们最主要的是做什么呢？就是要让虚空法界众生都能够听闻到佛法，让整个宇宙空间的磁场能够改善，而且我们为众生要消灾免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因为911的恐怖灾难，所以我当时也发了很大的愿，我们需要化解全世界的恐怖灾难，那么让整个世界宇宙的磁场能够更祥和。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我的同修，我的先生谢居士，我跟他说，你给我准备一笔钱，我要回到台湾，要成立一个电视台来播放我们的老和尚的讲经说法。所以就这样子，我从美国回到了台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华藏卫视给开播了。那么呢，华藏卫视呢现在看的人很多，我们全世界有7颗卫星在播放，那么呢每天24小时播放我们的老和尚上进下空老和尚的讲经说法。那么呢，这个电视台很多人跟我说，这个电视台是老少咸宜的。怎么讲呢？因为从这个老人家他们很喜欢看，很喜欢听经闻法，那么青年人呢也喜欢看，最重要的就是有1-2岁的这个小朋友，他的妈妈跟我们说，只要他们在哭的时候打开华藏卫视，那他们就不哭了。还有3-4岁的小孩，他们呢一定要看拜拜那一台，看到了师父在那里讲经，他们就对着电视台拜，他们说看拜拜那一台。所以呢，这个电视台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而且呢，我还听说了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他们家里本来这个夫妻常常吵架，小孩不听话，他说自从华藏卫视开播之后，他们常常的在听，家里的气氛呢祥和多了，小孩也听话多了，那么呢夫妻也比较好了，不再常常吵架了。所以这是不是老中青都需要看的一个电视台呢？是不是呢？还有我们这个电视台虽然是这老和尚讲经说法是佛，大家都把它定义为佛教台，但是呢我们在美国，我听到很多的朋友跟我说，他是基督教，他是天主教，可是呢他也在看这个华藏电视，也在听净空老和尚的讲经说法。他说他们越听越喜欢，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好像不是宗教的，是在讲教育的。因为我们老和尚在讲的是道德伦理因果教育的延伸，就是佛教的这个精髓。事实上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的教化，那么我们老和尚再把它在电视台再跟大家讲解。所以呢，很多天主教基督教甚至于回教的朋友都在看这个电视台。还有人告诉我，他们说这个电视台，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要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看。为什么呢？心情好的时候你看，真的是老和尚讲得很好，每一句都会打动他们的心。那么心情不好的呢也要看。为什么呢？因为就有人打电话跟我说他说还好他在2-3天前他打开了这个电视台看那么呢当时老和尚在讲经，他说讲哪一部经，他当时跟我讲，但是我忘掉了。他说在讲经的时候呢有几句话打动了他，他说要不然他现在已经是不在人间了，因为3天前他想要自杀，结果他偶尔打开这个电视台一看呢，老和尚在讲经，其中的几句话打动了他，所以呢他就珍惜性命，珍惜自己。那么现在呢他说他活得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天天一定要看华藏卫视。所以说是不是心情好要看，心情不好更要看，对不？还有朋友
一些朋友告诉我，他说啊，你有问题的时候更要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他们说他们心有千千结，不晓得怎么解开，无意中呢就打开华藏卫视，我们现在华藏卫视102台，他说打开了以后呢，他看到老和尚在讲经，那么呢其中就有几句话正是他要的答案，所以说啊，这句话很多人跟我讲，不只是几百个几千个人啊，他们都跟我讲老和尚是有他心通，他呢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所以他打开电视台一听，哎，他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啊，还有人跟我说啊，他说他每天看5个小时，有人说每天看8个小时，他说啊，他其他的哎呀看了他就觉得心情不是很好，那么呢他看了华藏卫视，他说哎呀，他这个教化好像整个心情都平静下来了。也有人告诉我说，他每天上班很累，回到家里一定要打开华藏卫视把心清静下来，然后呢他才睡得着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啊，他晚上睡不着觉，他就起来打开电视听老和尚讲经，所以不管你晚上睡得着觉睡不着觉，都打开华藏卫视，你都可以得到你的答案。还有啊，还有人跟我讲啊，他说啊，这个那个，这是那个我们系统台人跟我说，他说啊，你们华藏卫视啊，他是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他说人家现在啊打电话来到他们系统台去问啊，因为有的时候电视会有一点问题，比如说这个卫星上面上电有一点问题，或是有什么他们机器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打电话到这个系统台去求证。结果呢，他们一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讲哪一台，他们讲说为什么华藏台怎么现在看不清楚，你们怎么搞的？他说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而且每个人讲都是说华藏台华藏台，他们那个系统台跟我们说你们华藏台变成了专有名词，人家不是说讲第几台，而是讲华藏台。所以啊，可以说啊，这个华藏台啊真的是现在啊好像是成为台湾啊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么呢，不只是这样子啊，在国外啊，不只是我们人间的，其实华藏台现在不是人间的众生在看呢，虚空法界很多众生也在看呢。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刚开播没几个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美国达纳斯的这个服务中心的人跟我说，他说好像南美洲的人看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我说哦这样子啊，他说那这样是不是我们那边可以不播放，可以省钱嘛，上那么多颗卫星很花钱嘛。我说哦好吧，那明天我们9点钟再研究看看嘛。结果明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办公室，我们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人就打电话跟我说，今天很奇怪的，很多电话都说他们是从阿根廷啦，从那巴西啦，从哪里，这都是南美洲的这些同修打电话来的，而且都说他们在看华藏卫视。他说跟平常不一样，电话很多通很多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你们谁说没有人在看啊，这么多人在看啊。事实上我在想啊，这些打电话来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想说那边没有人在看，结果呢是那么多的电话打进来，他们说大概10分钟的时间大概有几百通的电话。我说啊，这些电话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也许是从我们所不知的虚空法界打来的，但是这个例子我们很多很多。所以啊，这个华藏卫星电视台啊，现在啊是做到第12年了，不只是人道众生在观看，我们法界众生也有很多人在观，很多众生在观看。所以说啊，我们啊真的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庆贺这个12周年，我们最应该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我们的佛世尊，我们的天人师，我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有老和尚的慈悲愿啊，在电视台这么样的度化众生，才会有华藏卫视12周年的啊这个庆典。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应该大家以最虔诚的热烈的恭敬心来来祈请我们的大家长啊，我们华藏卫视的大家长，我们华藏卫视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来给大家开示，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恭请老和尚。
上台为大家开始。刚才陈总裁的报告我们听到了，更早的缘起啊，我利用这个时间呢跟诸位简单的介绍。早年我们没有接触到佛教，总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念头想去接触宗教。二战结束之后，我在南京读书，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面，非常要好的同学，他兄弟姐妹八个人，一家了挺热闹的，家里还有个祖母，所以我跟他们也就变成一家人了，这个同学是抗战时期在贵州那个时候同学，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南京，我们又在一个学校读书，所以非常亲戚，比亲兄弟还好，那么他还在，现在在福建，他是一位医生，我们同班同学。这个家庭呢是个多元文化的家庭，他的老祖祖母是佛教徒，而且是吃常斋的素食，他父亲是伊斯兰教，他妈妈是基督教，是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在他家里住了一年呢，也就接受了多元文化的熏陶，我对于伊斯兰教跟基督教非常尊重。那么老太太念佛了，我们不知道佛是什么，但是我对老人很尊敬，中国人讲孝亲尊师，那么一直到94年这个49年，49年我到台湾，民国38年，算这个4年之后，应该是34年，我住在台北，亲近方东梅先生，我跟他学哲学，非常难得，他的确是很慈悲，爱护年轻人，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分了5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感到很讶异，
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的神太多了，啊，很多进到寺庙你都看到，啊，那么这种多神教、泛神教就属于低级宗教，啊，他怎么会有哲学？啊，方先生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懂啊。啊，他说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说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我就很留意，因为我跟方老师的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他家里上的，啊，这是很特殊的，啊，也是我无法想象的。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学生就我一个，啊，所以我在他家里学的。我就很留意，啊，因为常常他在家里，他家里我很熟，我就注意老师的书房，他的书桌上放了些什么书，确实从来没有少过佛的经典，他对于佛教经典真下功夫，啊，一般出家人无法跟他相比，啊，许许多多重要的经文他都能背诵。他真学给我们的信心，如果他叫我学他自己没有真干，我就不相信了，啊，他自己真干。我是从这里入门的，啊，所以受方老师的影响整整3年，把佛法看作哲学，啊，以后亲近张家大师才知道，啊，真的是方先生所说的，不但是哲学，是最高的哲学。那么学了60年了，啊，从方老师给我开这个门课到现在63年，63年前的事情，啊，那么经过这63年呢，我又知道了佛教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而且是最高的科学，啊，现代量子物理学家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全在佛经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它离开宗教，它变成高等科学，这个是可以能够想象得到的。科学、哲学研究什么？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佛法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这是最高的目标。那么它在社会上的用途，它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佛教普世教育，啊，普世普遍，整个世界，乃至于变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它讲全宇宙，啊，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利一切苦，究竟苦，佛说的是六道轮回，如果不超越六道轮回，你利苦啊不干净，总还有拖泥带水，啊，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苦，完全脱离苦一定要离开六道轮回。啊，那么苦从哪里来的？
佛告诉我们，苦从迷惑来的，对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你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那后面的感应就是苦。那六道十法界统统是苦。换一句话说，在真实的宇宙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佛在经典把六道轮回十法界比喻作梦境啊，梦中游啊，醒过来痕迹都找不到啊，六道十法界的真相如实啊。啊，那么他用的手段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手段就是破迷开悟啊。那破迷开悟就是今天讲的科学跟哲学啊。那么这是少数人，不是普遍人都能学习的，因为它太高深了啊。那么普世的教育，我们今天讲国民教育，做人的基本教育，或是普世教育里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这个跟中国儒家学说完全相同啊。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世界和谐，世界是一家啊，《弟子规》上说的，凡是人皆须爱。